整体完成的还是不错的。对，许冰书今天的跳跃难度非常的高，他采用了外点三周接、外点三周跳，两次后内点冰三周跳，还有勾手三周接、外点两周跳。他今天的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，有一点小小的缺憾，对，有一点小小缺憾，包括这次。你假如说在自由滑的这个比赛中，许冰书要想扳回劣势的话，那么必然要在技术上增加难度。但是呢，应该说刘燕在前边的她的表现确实太出色了，对，非常完整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今天晚上许冰书的表现也确实值得称道。对，许冰书的音乐前部分选择的是木兰，后半段选择的是宝莲灯，所以说很适合小朋友滑的音乐。而且他本身就从他和音乐的这种合拍上啊，我觉得结合的也非常不错。技术分达到了5.7啊，表演分最高是达到了5.6，最低分4.7，这样许冰书最终的排名应该是第三位。